命运叫我来了，干脆梦里再相聚。要做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昭昭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，因为我要在新家这里立我在瑞士的坛。那在国外立坛呢，好像是我们法脉的第一次尝试，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准备工作。今天一起来见证一下这个过程吧。现在刚好就到那个集时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干活。那其实呢，我要说一下，大家如果要去寺庙或者道观里面去做活动的话呢，最好呢是像我一样把头发扎干净。那因为我呆毛太多了，也没办法去弄，就最好呢不要化妆，素颜是最好。当然你说你画个眉毛会精神一点也可以，但是尽量不要浓妆艳抹，不要这样子去。然后呢也不要穿短裤短裙，最好是过膝的，然后就是干干净净整整洁，不要露肩呐、然后也不要露，反正大家懂的，就是端庄啊整洁去道观和寺庙里面啊。因为我准备的香炉呢相对比较小，然后甚至把香炉壶也带来了，结果发现我只需要一瓶就用完了，然后加上我自己的从自己香炉的香灰，然后现在我们炉已经备好了，现在准备进入正题。搿种香烟年平均三十万香头天门，太白金色道殿玉皇法师道坛前，男子不得盖下。OK， 现在流程呢就走完了，我们来问个杯，然后我们的杯是长这样的，就是这是我从中国带过来的，就是这是从我小教跟到我现在这个杯。2 hours later， 我刚弄完，然后收到一个门铃快递，然后大家猜是什么？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东西它会27号才到，然后我刚刚做完刚刚立完坛之后，我跟师傅说静音等那个画宝炉到了再给大家烧，然后结果。果然施工要的东西一个都不能少。刚刚发生了非常尴尬的事情，就是我在外面烧香的话，不是，是烧金银的话，非常大烟，因为在瑞士这边就特别明显，就是这样，有点让我尴尬。之前呢就有人问我们说啊，在瑞士能不能借法，因为我说绿山是借法嘛，能不能借法，能不能调兵，就是施工能不能到，就是今天立坛的证明施工是能到的。另外是我们是有一个通关文书，就是我包起来就里面是一个通关文书，还有一些兵符，然后就是当时我在家里的时候就先已经准备好了，在师傅的坛上面已经禀过了，然后在自己的家里面再准备好，然后出门之前是先画了一套，然后这里又带了一套来，就放在冰坛，就放在坛上面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，就是让施工们跟当地就进行一个交流，就是一个通关文书是这么说的。接下来就到了大家最喜欢的洗符的环节，然后我也带了很多的符纸来，就是别人都是带行李箱里面带的都是化妆品啊等等的，我带的是什么朱砂啦、毛笔啦、符纸啦，还有香，这就是一个小道士的日常。写完符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写表文。对，我还带了宣纸来。
OK， 其实福都写好了，这其实我说过很多遍啊。福的话，除了你写完之后，就是我有刚刚整个步骤，然后写完之后会有福胆，就是下面这个圈圈嘛。然后呢，有一些福没有啊，有一些福是没有的。然后需要盖章，就一二三，这是我们旅程有三个章。然后接下来才去赐福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赐。我现在先把进宅的表我应该写了，就先把东西准备好。今天应该是看时辰来不及做进宅，但是我会先把东西给做好。OK。今天最后个任务就是赐福，就是我有这么大一叠福，就是从我来到之后，就是从我出发之前到现在，这一打还没赐的福，我今天全部都给赐了，所以任务很重。今天的事情搞一段落 ，OK， 差不多就这样子了。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小酒壶是我在瑞士在亚马逊买的，里面是能够放酒，就是施工特别喜欢这个，我觉得它做工就是我在国内完全没有找到比这个好的，然后我在这边买到了，虽然它有点小啊，有大一点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好了，我现在在煮这个鸡，然后也在烤那个猪肉等等的。我现在要开始准备说，我们进宅是需要五个方位，是要做我们五方土地神灵的祈请，所以要烧蜡烛，要点香蜡烛。为了安全，我要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。在没有香炉的地方去插香和蜡烛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两种做法。一种呢就是用一次性的纸杯，然后里面放米，然后在米上面插香和蜡烛。另外一种呢就是拿一个苹果，就是你可以整个也可以切一半，切一半又没那么浪费嘛，然后切了一半就在上面插香和蜡烛，这样就可以稳定这个香和蜡烛，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做法。然后我特地去买的是这种快要坏的苹果，就不要浪费人家嘛，然后就买了这种快要坏的苹果，切一半，那刚好。我现在准备一下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把香插在上面。准备好东西。今天扎了个道士头，但是为什么我会这么炸毛？三声，出太阳了，好好太阳啊，及时就出太阳了，刚刚还下冰雹呢。Later。OK， 我们现在请完神了，我们要去请五方土地，所以要先把五方土地的贡品给弄好。画完符之后，我手上都是红红的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最累的环节，就是洒法水，全屋内外全部洒干净。你走来走去干嘛呀？
收起来。做完了，好累呀、啊。那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